今天我收到一盒之前预定的食玩，然后它是三丽鸥肉桂狗的，共有8款。那它的是看这个上面图示，它是可以做一个小的收纳盒来用的，然后呢也很可爱。今天就来拆开看一下吧。先把它拆开。这是上面的卡布奇诺的一个奶泡吧，然后它是做成一个像袋子一样的，那上面是一个肉桂狗的一个脸，然后有一个鸭子，这应该是做成像它在泡澡的样子吧。你可以把它打开，第一款把它拆掉。桃和梅子的蛋糕吗？这个是，因为这一套我每一个都蛮喜欢的，所以我就收了一套。平时的话，我在淘宝上它可以挑哪个款式买的，然后就看哪个比较喜欢就买哪个。但我觉得这一套就是都挺值得收的。上面的这个像蜘蛛网一样，应该就是那种莓果酱吧。这是它的碟子，还有酱做的爱心一样。看起来它是可能是这样子上的吗？看一下，这样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玩具，这个拍子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莓果巧克力蛋糕。第二款，接着来拆第三个，这是。这是它的底座，是可以分开的，前面有一个这个标记，这样。然后这是它的盖子，然后一根吸管。打开，里面可以放东西。现在来看第四个，这是，这个肉桂卷，
是它的盘子，它上面还有个独角兽，这是底座，这是上面的盖子，像那种做成奶油形状的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星星的点缀。这块还蛮可爱的，这颜色是我很喜欢那种淡淡的嫩嫩的这样子。好，第四块，下面第五个，第五个是，对，第五个是这个椰子甜甜圈。上面的这个甜甜圈有两个，还带了两个蝴蝶结，然后上面还睡了一个肉桂狗。这个就不能放小物件了，就是一个装饰，可爱。那我们来看第六个，第六个是这个戚风蛋糕。就是两个部件，但是它可以上面这样子打开，然后它上面的装饰有些梅子啊、巧克力牌啊，这样，是它的碟子。好，我们来第七个，哦，这个是用这种包裹包的，气泡纸包。这个布丁，还有个底座，它这个也是就是装饰的，不是可以做收纳的，一个布丁的样子。这样子的一个牛奶布丁吧，应该是草莓牛奶布丁。好，嗯，接下来最后一个，这个最后一个部件最多是这个，看，是这个，应该是那种咖啡。冰淇淋阿斯卡朵那种吧，咖啡浓缩咖啡浇在冰淇淋上，这样。看一下怎么装，这是一个杯子的底座，你都可以拿开。里面应该也看得出来是这样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冰淇淋啊，这个冰淇淋好可爱，做成它的头的样子，还有耳朵，这个是插在这个下面。他手里拿了那个咖啡浓缩液，然后他要插进去，这样，这个好可爱。然后用这样子一杯阿斯卡朵抹茶，它旁边还有一点像那个咖啡豆，这样。然后这就是第八个款式，我们来
来看一下这拆出来的八款，其中呢有三款吧，这三款，这三个它是不能做小的收纳盒的，它的呢你都可以把它打开，里面可以放一点小戒指啊、耳环啊、首饰这些小东西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可以做一个小装饰，又可以放东西，就很实用。整体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拆下来最喜欢的话应该是这一款，因为这款做的真的很精致很可爱，当然它的部件是最多的。然后像这个甜甜圈，它虽然不能放东西啊，但我觉得也蛮好也蛮可爱的这一款。还有这个肉桂卷，这个颜色配色就很婴儿，我也很喜欢。好，那这个食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然后这八个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然后还有两个这个盲盒今天到了，我们也来拆开看一下。这我看过别人的拆箱，它这个是饮品系列，有很多饮品，然后还有两个隐藏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透明的几款，像是这个柠檬苏打、蜜瓜苏打、咖啡啊、可乐啊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会拆到哪几个吧，先来拆这个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它的背上有三颗葡萄，它里面有那个冰块，小冰块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因为它不是很透明。那我们再来拆下面一个，这个感觉好像也有东西。抽到我最喜欢的蜜瓜苏打，这个好好看啊，我喜欢，它就很夏天的那种，很舒服。还有它就是透明的，你可以看得到里面有小的冰块。然后它的尾巴是做成了像那个吸管，看一下，它因为你看得到嘛，里面好像有一根透明的一个管子，然后是连着它的尾巴的。然后这个顶上的应该是蜜瓜苏打上面的那个樱桃，这个好好看，我喜欢。我把它放起来。总的来说呢，我感觉这个系列做的都挺好的。其实不管抽到哪个，我感觉都挺开心的。然后这个很遗憾没有抽到这个柠檬苏打，但是抽到了这个蜜瓜苏打，我也是可以的。那这次开箱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次见。